有人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，中国大地上一块最美丽的褶皱就是贵州。的确，褶皱二字形象而生动。由于造山运动剧烈的地壳运动，使这一片土地山丘林立，峡谷纵横，加上潮湿多雨的气候和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，让贵州拥有了异彩纷呈的地貌景观。而魔术般的奇迹也就隐藏在这一道道深深的褶皱当中。这里有上万公顷的天然梭罗树林，行走在这些上古结衣植物之中，就好像经历了一次跨越上亿年尺度的时光之旅。同样，贵州的褶皱中还完整地保留了远古的遗迹化石，让我们可以生动地观察那个早已久远的世界。而作为喀斯特地貌最为集中的地区，贵州的溶洞可以说是另一个奇迹。它们不仅数量众多，形态多样，有些溶洞的规模之大，岩溶堆积物的种类之丰富，绝对令人叹为观止。就让我们一同出发，去体验贵州大地的褶皱中那时空的魔术吧。在汉语中，有一个看似与时间毫无关系的词语，却极为生动地表现了时光的飞逝，沧海桑田。从地质变迁的角度来看，贵州便是这样一个沧海桑田的典型代表。在贵州省北部的赤水市，可以看到一片分布面积十分广泛、发育特征明显的丹霞地貌。这些深红色的岩石和陡峭的山壁，向人们生动地讲述着亿万年来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古老故事。早在远古时期，这里是一个被称作古蜀湖的巨大湖泊，并在湖底堆积了大量含有丰富矿物质的沉积物。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沧海桑田的变化让湖底渐渐隆起成为高地，水流的快速切割造就了陡峭的岩壁和深邃的峡谷，炎热的气候让岩石中的矿物质逐渐氧化，呈现出深深的红色。直到今天，贵州赤水的丹霞地貌依然处于发育过程之中，只是相对于地质的变迁而言，整个人类的历史也仅仅是短短的一瞬而已。这些山岩所记录的是以百万年为基本单位的漫长时光。在这里，时光所造就的不仅仅是海拔的变化，更是令人称奇的美丽景观。赤水丹霞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尚处于地质青年时期，被人们称为丹霞地貌最美的阶段。这里瀑布众多，水流丰沛，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%。其他地区丹霞地区所没有的，就是说赤水丹霞它具有完整的、完好的原生态的丹霞地貌的森林生态系统。你像我们国家最大的梭罗自然保护区，那个最大面积的梭罗这个古植物，那么就在赤水丹霞地貌景区。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留存的木本蕨类植物，梭罗在1.8亿年前和恐龙一起共同统治着当时的地球。而如今，那些庞大而种类繁多的爬行动物已经完全绝迹，仅留下了一些化石与无穷无尽的谜题。而梭罗则成为了那个时代保留下来的珍贵遗产。之所以说珍贵，是因为地球上可以看到成片原生梭罗林的地方已经非常稀少。赤水梭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。走入其中，
被这些血统古老的结衣植物所包围，你会亲身体验到一种穿越时间的交流。在贵州安顺地区的一些地方，分布着一种被称为屯捕的村落。它们大多坐落在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，以石头垒砌的建筑为主。村落的高处也往往建有瞭望用的岗楼。而屯捕的来历则要从600年前讲起。当时的帝国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贵州、云南等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，就调集了数十万汉族军队，携家带口地驻扎在了这里。数百年来，这里重重的大山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包围，阻隔了这些屯捕与外部世界的联系。人们所穿着的服饰、讲的方言、遵循的风俗，甚至唱的戏，都在不断地提醒你，600多年来，我们依旧没有改变。使屯捕成为了汉族文化的活化石。文化的遗存在贵州可谓比比皆是。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村寨中，保留了十分丰富的文化遗产。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，世代传唱的古歌，独树一帜的建筑技艺，别样风格的民族舞蹈，在这里，时间仿佛停滞，而不变的主题则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在贵州连绵不绝的群山中，因空间变换而带来魔术般的奇迹也数不胜数。第一个奇迹就不得不提到举世闻名的黄果树大瀑布。虽说从数量、落差高度等数据指标上来讲，黄果树并不能排在世界顶尖的位置上，但就观赏角度与游览体验上来说，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。首先是在黄果树主瀑布的掩映下，暗藏了一条天然形成的半开放式溶洞，它把瀑布左右的观景步道联系起来，可以让游人真真正正地环绕瀑布一周进行观赏。能和一个大型瀑布进行如此全方位的亲密接触，其体验可称一绝。另外，黄果树所指代的是一个庞大的瀑布家族，在主瀑布上下游共20多千米的河段上，密集分布有18个风格各异、形貌多样的瀑布，共同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群，并于1999年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。贵州有着十分丰富的溶洞资源，在已经发现的溶洞中，规模最大、最有名的莫过于织金洞。如果你用探索洞穴的心态来看织金洞，很快就会发现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。虽然名字里有个洞字，但这里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宽广的地下世界。数十个上万平方米的巨大厅堂首尾相连，组合成完整而变化多端的奇妙景观。最高的地方有150米，厅堂最宽的地方则接近200米。单就气势和规模而言，凡尔赛宫也不过如此吧。多数到过织金洞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，它的美难以用语言来描绘，因为这是一种奇妙而异样的感受。明明知道自己身处地下，而抬起头望着高高的穹隆，深邃而神秘，仿佛是在仰望天空。而移步换景，
站在高处，又仿佛站在众多的山峰之巅。由于洞内潮湿，有时还会有薄薄的云雾弥漫，置身其中，看着周围奇异的景观，又好像到了传说中的天国。这大自然所造就的魔术，带给人们如梦似幻般的奇妙感受。沧海桑田，这里有正在发育中的丹霞地貌，这里有形态各异、规模宏大的喀斯特溶洞。时光荏苒，这里有百万年前遗留的古老植物梭罗，这里又保留了600年前汉族人生活原貌的臀部。这就是贵州，一个中国大地上最美丽的褶皱，一个让你穿越时间、跨越空间的奇妙天地。